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轩，非常感谢你们再次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来浩伟介绍的物种是深角龙，我就来告诉你们怎么说大红大紫吧。你们看，这深角龙红色的头盾，紫色身体，我叫大红大紫叫什么？白金的角，白金的金角，然后腹部也是白的，好。像鸭子呢，太白，大红大紫，这不是拿去我喝用的吗？好的，那么大家看，现在整个三角龙群就长这样，其实就是他们所居住的人是小红人区嘛。好的，那么我就来直接看看来能不能对决哦。三角龙。对上暴龙，对，还是不要好了，就只有现在就等待他的队友出来就好了。出来了三角龙，下一位带他的队友吉龙也要出来了。好的，现在三角龙在出来晃一晃，他的敌人接着也要出来了，敌人会怎么攻击他呢？会怎么把他撂倒呢？你各位自在。好的，我们的渔夫在开始进行他的入侵作战了。现在他攻击了三角龙，咬了一口，三角龙这边发出一个人体音叫，敌人又在后面咬了一口，不得咬脖子了。哇，这头直接穿越围墙了。现在吉龙又在咬了一口，哦，死了，对啊，很不爽。三角龙，吉龙的过程。只要你们喜欢这一集影片，那么我们就